多年前，霍建华凭借《仙剑三》中的徐长卿一角俘获众多剧迷的心。时隔六年，霍建华再接仙侠剧《花千骨》，其实也有过些许犹豫。他直言，其实剧组找到我的时候，我考虑了很久，他们也一直没有放弃，游说了我半年之久，这份诚意打动了我。在《花千骨》中，霍建华饰演的白子画与赵丽颖饰演的花千骨谱出了一段唯美浪漫的师徒恋。当被问到生活中是否会考虑接受老少恋时，霍建华则表示，老少恋太过分了，生活中我会慎重考虑。而前段时间，李晨和张馨予的撕逼大战爆发后，让当年霍建华和张馨予的绯闻恋情再度被热议，以至于霍建华的情史也被网友一一扒出。而针对此事，霍建华除了否认，也不愿多谈，就连择偶标准也建议三言两语带过。夜市新闻中心上海报道。